50岁的女人一定要喝这个茶，我喝了才不到一个星期，不仅皮肤细腻了，心情也好了。如果你平时比较喜欢用各种花来泡茶喝哈，那这个组合呢就一定要试试。三花陈皮茶特别适合这个更年期的女人喝，我连续喝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，心情好了，皮肤好了，看哪哪都顺眼了。前几天有姐妹在群里说哈，可能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的原因，肝火有些旺，脾气总是不好，浑身燥热，经常心烦，无缘无故的就爱发火。那种感觉我前一段时间也有，不仅脾气不好呢，皮肤还不好呢，暗沉没光泽，还有一些口臭。后来呢，我就连续喝了3天的这个三花陈皮茶，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冻干过红玫瑰1朵，玫瑰花冠2朵，金银花6克，茉莉花6克，甘草3克，陈皮1片。这个茶的冲泡方式一定要注意哈，先加入开水，然后马上把水倒掉，现在再次加入开水，需要闷泡20分钟。这个茶可以全天喝。其实导致女人肝火旺的原因有很多哈，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吃多了油炸食物，吃多了烧烤的食物，吃多了油腻的食物，再就是不得不经常熬夜的，这样很伤身体的，还有就是油气撒不出来，憋着明明性格很好，最后呢导致脾气暴躁，经常无缘无故就发火，脸色呢也没有光泽，偶尔呢还会冒痘痘，晚上睡不着，偶尔还有口臭。这个时候这个最养女人的三花陈皮茶就一定要坚持喝一段时间了。